终极派对大幕将起。最后一场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做自己，可以留下一个我们不会后悔的舞台。希望把每一场演出演好，每个舞台都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合作的这些朋友们，对得起观众。我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，可以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展现自己。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电影的美感和直击你们心灵的东西。最后一次直播派对还是比较检验我们的临场应变能力还有舞台质量。我希望给我的新电影圆梦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咱们终极派对，再次相见。